Today. Today, I'm going to talk about... Fuck. Today, I'm going to talk about exercise. 运动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可是没关系。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，虽然知道这很没有说服力，因为我的身材，但是我是一个愿意去运动，我不排斥运动的人。然后，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，基本上你就知道，运动分为 cardio 和 non cardio， 有氧跟无氧。无氧就是归类在重训那一边。今天我们只讲有氧。那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运动可以代表有氧，比如说游泳、爬山、跑步、打羽毛球、打篮球、骑脚踏车，都算是有氧的运动。那在有氧其实有分缓慢以时间为主的有氧，另外一个是以激烈为标准的有氧运动。那这个以激烈为代表的有氧运动叫做 HIIT HIIT。那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喜欢 HIIT， 我宁愿只花十分钟做一个非常激烈的、非常 extreme 的运动，也不要花一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半跑步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脚车。我很讨厌花时间的运动模式。除了重训啊，可是重训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，所以那个不讲。虽然我非常讨厌长时间的有氧，但是我竟然破天荒的参加了 Penang International Marathon 2020。就要免饿，可是吃点东西吧。我的明天的马拉松也不是明天啦，是今天，因为现在半夜了，六点半开始，然后现在已经一点半，也就是说我只有大概四个小时，甚至只有三个小时时间休息，所以呀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几时开始哈，我喜欢跑步。就是以前大概15、16岁的时候，我比较专注于做 HIIT，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比较专注在重训和慢跑。I don't know why。那其实今天已经是14号，今天已经是15号了，12月11日。2022年槟城举办了一个马拉松，它基本上是国际型的啦，非常大型的马拉松比赛。那其实在马拉松有分为三个距离，第一个是 10km， 第二个是 21km， 也就是半马拉松，第三个就是全马拉松 42km。 总之我只参加了 10km。 我必须要说，其实我没有准备这场马拉松。赶时间，所以喝完现在有点累，所以喝这咖啡我们就要走了，不是走了就是去 and you know what I mean。 OK， 现在就塞车，因为塞车所以我就下车走路。你好。 Yes。OK， 拜拜。OK。 OK。See that。
that is the Penang Bridge. That's the Penang Bridge.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天的状态，当天一开始的状态是非常好的，就是我跑了将近快五六公里吧，我的体力其实没有透支，我也没有感到非常的喘，非常的累，我是那种还可以继续跑的状态。This is my first time running on the Penang first bridge. I'm feeling good. I feel great. Hey, son, 200 meter. 走下去可能就我已经跑五公里。All right, let's go.I don't know how long did I run. I'm feeling great. I'm feeling great. 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跑了大概八公里，我的脚板突然开始痛，是非常痛的那一种。我现在开始要走路了，我的左脚的脚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很痛。啊，可是 good news is.I almost finished the race. You know what? I'm gonna rest a bit. 他的那个痛就是没有痛的脚跟抽筋的脚的中间，你感觉到你的脚在抽筋，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的抽筋。I don't know why it pains, but it is fucking pain. 很痛。庆幸的是我在快要跑完这十公里的马拉松才开始脚痛，如果我才跑大概三公里四公里我就开始脚痛的话，啊，基本上我是没戏了。Almost there. I don't know if you can see it, but there's still 500 meters. I'm finished. So if it's this 10km race, we're going to start at 6:30.八点半结束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八点半之前结束的话，你就没有奖牌。OK 跑完了，要死了。哎 ，Yeah， 10km finisher。OK， And this time the medal is pretty， 看到吗？很漂亮哎，我觉得这个奖牌做的超漂亮了。然后后面就这样。好啦，其实讲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慢跑。那如果明年2023年槟城马拉松还有在举办的话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会参加半马，也就是 Total 21km。再接下来我要跑全马。42km 这一集的 vlog 是有点特别，因为当时我在 vlog 的时候其实是晚上半夜，我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的一边说故事一边看 vlog 的感觉。 Alright， 今天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